别驱动肌肉，不要用肌肉去控制关节，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很大的你必须要突破的。你在身体的使用、肢体的使用跟观念上面必须要突破的一个。我们传统的观念、一般的观念都是我必须要用肌肉才可以驱动肢体，是不是？我们也是用肌肉啊，可是不是用那么多的肌肉，你用关节附近的肌肉就够了，这样你懂啊？所以你外面的肌肉都松嘛，你外面肌肉都松的时候，你的关节的活动度就够啊，你关节的活动度才够嘛。我做这个，我的关节活动度才够。你肌肉疼痛力到这边你就死掉了嘛，到这边你就走不动了嘛，是不是？我肌肉再松嘛，肌肉再松，关节的拧转度就出来了。听不懂？啊，你们都是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肩起来了，这边的肌肉也变短了，你只能这个样子，听不懂？你到这边觉得被挡住了，你去感觉一下被哪个肌肉挡到了，把那个肌肉松掉，松掉它，再起来，松掉它，再起来，松掉。你又多了一点，松掉你又多了一点，听懂？你到一个地方不能动了，停下来去感觉哪一个肌肉限制你了，把那个肌肉松掉，懂了吗？去试试看啊！很多人 也是，你这个手起来了，到这边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你这边被挡住了，懂了吗？你这边被挡住了，那你还要抬起来？哎，你是不是被推过去了？我们举起来怎么还可以松呢？不太容易。一般我们放下松，我同意。可是举起来，那表示你放下也没松啊。对啊，你觉得松啊？可是你没松啊。听不懂？老师，我不知道这边会有块肌肉，所以你一举它就会。你就是不要它起来。不是你看啊、哦，这个就是长久的习惯。你认为举手一定要用这块肌肉，是不是？不一定。都是这样的。还可以高，看看，再往头靠，对，松掉，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很难改的一个习惯哦，这是很难改的习惯哦，懂了吗？但是一定要改。不是，就是一举就直接就，脑袋都没思考就直接。你现在就是要思考，你现在不是思考，要感觉，它也会动，可是不是那个观念，不是我收缩这个肌肉，让手起来。不是，你用内部，你摸我的。你一般是用这个肌肉嘛？你看，这是收缩嘛，是不是这样？这样子，你是这样子让手起来嘛？你现在把感觉放到关节里面去，我的手起来是这样子起来，是不是？它是不是松的？它没有收啊。你看下来也是一样，有没有？我用的是里面嘛。听不懂？我用的不是这个。听不懂？你看，什么废话嘛？练拳就是改习惯嘛，不好改。No, it changes the habit. Raise up the arm, not with this, extract this muscle. No, it's from here.It's from inside of the jaw. You feel here. Usually, we do this, right? Shorten this muscle, arm out. No. If you use inside, it release. See? No. Not this. Yeah. See?
release in, inside. As I do here, see, I raise up my arm with this, not with this. Understand? Use the internal muscles. Small muscles. So hold here, don't drop. Release here, release this muscle. So this tendon will take all over. This will take over. If you use this muscle, this tendon, see, you lost here, lost the support. Release the muscle. Don't use this yang side. We say the yang side muscle, the inside.老师，这个是不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要站桩？就是站很久，这个会太累，养成这个习惯吗？有，以前有这样的练呢，但是也有人站，越站久这边越翘。就是你要知道你在练什么嘛，你不知道你在练什么，你去站，你越站它越站它越翘。有的人还掉个重量，越掉这越翘。就要用这个撑。你在起来的时候就要用这个。你在起来的时候，你看你这个它没有力啊，你这个它没有力啊。所以你看啊，你在这些地方，这是不是手臂跟肩膀的交界？这是缝嘛？是不是这样的？好，他们之间，你看，这也是肌嘛，这也是肌腱，是不是很多哎、欸？摸看，他这个肩关节很好摸，很好摸，你看很多吧？只要用这个，不要用大的，要用里面小的关节跟关节之间那个小的连结，伸展它，把这个重量放出来，伸展它，然后你不动，稍微坠开。这个才会出来，这个你现在还没出来，这个放掉，这放掉，不要伸，放掉，这边，你看这边还没有，这边的撑，所以你这边要有一个拱形，它是一个拱形的桥在那边拖的时候，而不是用上面抓。好吗？拉力桥七年就断了，绳索就断了。拱桥千年也没断。看到吗？最好是还是要用这边的筋去。对，它会拱起来吗？你不要用，你看你这边还是没起来啊。你看你还是在用这个，你都。你这边太很强，你看，你这个力量，还没出来，有一点呢，可是你没有放给他，你这个没有交给他，晓得吗？你的重量要交给他，你的支撑要交给他，交给这个你没有，你也没有，不够。Use this tendon to support. Not this. This. Drop this. Drop this. This will take over. This. Okay. Drop more. So when I use it, I use it. See? Not this.